记者葛又豪高雄报道，久未公开露面的黄瑞静，今早戴眼镜、素颜现身为夫婿陈志忠辅选，模样比当年还清新。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陈其迈今天早上参加舒提兰心交流协会的会姐们所创立的快乐健康促进会会员大会，并当场高歌一曲。不过，现场最引人瞩目的是川注市议员候选人陈志忠背心的黄瑞静，久未公开露面的他，戴住大黑框眼镜，一脸素颜，不细看还认不出来。生活归于平淡的黄瑞静，这几年在高雄市多所学校教授钢琴，琴艺受到学生好评，但他相当低调，不受访也鲜少公开露面。随住陈志忠投入年底前镇小港区市议员选战，黄瑞静夫唱妇随，利用假日替夫婿辅选，和陈其迈合照，也受到现场姊妹们的欢迎。